池山，怎么不说话？吓我一跳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来找我的吗？哦，我来找你拿回印章。印章？对啊，我的印章不是在你那儿吗？我有点用。我觉得彤彤，他好像能看见了。别动！啊？你头发上有个东西，我帮你把它取下来。那你给我拿印章吧。我现在拿给你。物归原主了，你可得保管好。嗯，放心。刘小姐，你该吃药了。秦墨阳，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你不会自己行动吗？我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很担心你。我只是想快点找到证据。我不是说过我会想办法吗？我不想你再替我冒险了。在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变可以不用现在回答我，你可以慢慢想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做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